然后我是太老师，太阳的太啊，今天跟我一起来学习五个汉字吧。我们看一看是哪五个汉字呢？你们猜一猜，有没有人猜到呢？对了，是水，水，水，water，火，火，火，fire。土，土，土，dirt，木，木，木，wood，禾，禾，禾，sprout，OK，、okay?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字水，水怎么写呢？哦，看见没有，水就像溅出来的水花，对不对？水就像溅出来的水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写一下吧。我们先换一个颜色。好，水怎么写？我们去河边拿一个勺子，然后呢，我们到河边，㧟起来一勺水，水花被溅起来，溅到了我们的衣服上面，对不对？非常简单我们拿一个勺子到大河边，㧟起来一勺水，它都溅到我们的衣服上了。哎呀呀呀呀，这就是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对不对？水，水，非常非常好。好，我们到下一个，我们看看我们的下一个是什么呢？火。火，火，fire，对不对？火，我们看一看火，火它长得像不像就是在火堆上面燃起来的这种熊熊大火呀？对不对？它就像燃起来的这种熊熊大火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火怎么写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先把上面的，我们先把上面的换个颜色，我们先把上面的火写出来。一。二，然后我们再把柴火堆起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柴火堆起来，好，非常非常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非常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大家写的非常非常棒。好，我们再看一看，那下一个字是什么呢？土。土啊，土是 dirt，对不对？土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，他把这个土从那个地上抓起来，非常非常的脏。但其实土是所有生命的一个基本的你知道培养生命，让我们只能只所有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来的，对不对？作为中国人，咱们对于土地是非常非常有敬意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土怎么写。土这个呢，稍微有一点点的 sad，稍微有一点点的 sad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画一个十字架，好不好？十字架怎么呢？十字架一般都长在土上，对不对？那这简单，就像好像我们去那个去公墓一样，去看见，这就是土，这有一点点像，土，对不对？人都埋在土里头，或者说庄稼或树什么都长在土上面。这也可以是一棵树，然后它长在土上面，对不对？这一棵树，一二三，我们看见没有？我们把这棵树画出来了，好，非常非常好。我们停一下屏，然后到下一个字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木，木，看见没有？一棵会跳舞的木，木，木长得就像一棵树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木，好，木怎么写呀？木怎么写？我们一起来清一下屏，我们看一下木怎么写啊？一啊，就像人的胳膊一样，对不对？二，我们再把它的树干画出来，然后呢？左边一个树冠，右边一个树冠，像一个裙子，对不对？我一般都跟小朋友讲啊，这样的一呢，我们给一加一个树，它就变成一个十；我们给十啊穿一个裙子，它就变成了木。
看见没有？一加一个树，它变成了十，然后我们给十穿个裙子呢，它就变成了木，好不好？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们清一下屏，然后到下一个字来看一下。好，下一个字是和，和，和，和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啊，这是禾苗，对不对？禾苗就像太阳出生了以后呢，看到的这个小禾苗，禾苗啊，like a sprout。禾苗，like a sprout，对不对？像小禾苗一样。那我们看看禾苗怎么写。我们再回到刚才跟大家讲的，对不对？非常，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，就是一呀，给它加一个数，它变成了十；给它穿个裙子，它变成了会跳舞的树。然后呢，我们给树戴一个帽子，它又变回了。禾苗对不对？它就可以长出庄稼，让人吃东西了，对不对？看见没有哈？一横，这是一，我们给它画一个竖，它变成了十。然后给十穿一个裙子，它变成了木。然后呢，我们给木戴一个帽子，它就变成了禾。啊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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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棒！好啊，非常非常好啊。我们清一下屏，然后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复习一下，今天我们学了五个字，什么字呢？水，水，water，火，火，moon 啊，the moon fire moon，土，土，dirt，木，木，wood。禾，禾，sprout，特别是那个指那个禾苗，对不对？就能长出来庄稼的那个 sprout，能长出庄稼的这个苗子。好的啊，非常感谢你观看我的视频。如果你感兴趣呢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意见你也可以 email 给我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可以点击下面的 like button，给我点一个赞，好不好？我们明天见，再见，再见。